5块钱，那都是钱，好吧。被动了吗？还没闪呢。艾斯，哎，我怎么没翻过啊？没翻过去啊！好，怎么杀小猫咪呀、啊？我操，这么猛啊！你他妈真不玩游戏、啊？我操！他们中单不玩游戏啊？这个打法怎么搞啊？他亏他两波，现在要搞我一下。他这亏了真的两波线。下路大乱斗是吧？这把什么节目啊？下路大乱斗啊，纯乱斗。我的，我以为想打。
为啥？什么情况？我靠！我打的好刺激啊，下路。 又来了，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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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了，谁也抓不到我，除了我姨妈。哼，我干什么都躲不过呀。充能完毕。 枪还没坏，最好能一直保持下去。哎，好像还是得我 C。哎，这个阵容就是得我 C。加油吧，加油！主要中单补位的就很顶啊。按正常来讲的话，他们这个中路这样一直游走，中路起码压两级，好吧。 中路被爆了，哎，有点可惜呀、啊！我操，你不要被踢了吧！ 一个人的优势，相当于。希望能站出来吧，好吧。 还是得看，一点机会也没有，他们就跟炼金男爵一样，爱说大话，坏藏中干。
哎，这个打到了，不是解线真的要叫人的呀，你要打信号的呀，兄弟。解线你要解线一定要打信号的呀，你不打信号打野怎么知道你很难受呢？这是教练跟我说的，这是打德威的时候教练跟我说的，你要解线一定要打信号，你打不打信号你队友怎么知道呢？当然那个时候可以沟通了，用语音沟通。 对吧？沟通了，人家打架也要怎么说呢？也要叫打野呀。然后二打二自己打有啥？没必要呀，那要有打野就叫打野呀，打野不就是用来打架，他也很舒服呀，对吧？ 这位置可能会被开着，撤，换个位置。 OK，这我打完有的，还好这把选了泽利了 ，EJ 没有这个效果。 EJ 真没这个效果，只有泽利倒有这个效果。哎，我操，他妈点错了。
快点，充好电，瞄准坏人开枪，很简单。还可以吧，现在好赢了已经。哎，没躲掉。瑶，帮他帮他一下吧，他个杀的。哎，不在这个位置，那在哪？我以为他会刷石头人呢。从来没见过路上的人这么少，是我想家了吗？哎呀，他跑了！不冲吧，不冲吧，大家稳健一点。按我之前，我直接这边过去一过去开大招的，我直接冲了。算了，稳一点。优势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还有猫咪身上，好不？别乱搞。想赢啊，我想赢 ，win 胜利。撤了，不下一步了。胜利，为了胜利。说这个吧，保守一点，好吧。点了。